也是我见过最有事情。Welcome to Hong Kong。我哋而家要去香港啊！我哋已经冲出海外噶啦。我们先，等等，我等等。你收皮啊你！查到死。OK， 各位朋友，大件事啊，在那天被邀请去香港表演。OK， 还有一件事情困扰我们很久啊。啊，中国的团队就问我们，我们 Steady Gang 啊，有没有华语名？我们就想了很久，都想不到。稳定帮。不要管。稳定兄弟，总之很 jam 的队友啊，这么就简直用 Steady Gang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正式要进入这个通道，穿越时空到香港的通道。一过去了香港，我们就去找周星驰吃午餐，然后再找刘德华吃晚餐，然后找四大天王出来，然后再找张学友吃宵夜，然后再找黎明看黎明。OK， 下期啊，你们上一次来香港是几时？我上一次来香港是光明寺的表演，光明寺应该三四年有啊。我上一次来香港应该是2009。其实呢，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会来香港的呢。上一次有来澳门，可是也没有去香港。所以如果你讲我真正来香港，哎，是在我2008年参加新秀大赛的时候，有来这边比一个全球华人新秀大赛。OK， 我们一到香港就看到一个很有香港特色的东西，香港的士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时间有点赶，那整个旅程呢，就是今天彩排没有时间玩，明天表演，后天一早就飞回去，我要继续拍电影，所以整个行程是蛮赶的啦。所以这次呢，来这边做个表演，我觉得也可以让更多人看到马来西亚玩音乐或者是比较好玩的歌手 YouTuber， 这样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。耶，我们到了。我们住在 The Marco Polo Hong Kong Hotel， 旁边就是 Dior。给 Gladys 在这里沟里聊路。啊，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，就是 Tomato 电话留在 Uber 车上。哎，拿回来这个人伤好严重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香港真系有福气啊！这次不要来。多多是，你看这个人出国啊，那个小孩子这样露这个露那个，哇！你看我在香港的酒店这样子可以绕一圈玩抓迷藏，蛮大的哦。看这风景线，看毛线，哇，还有个半套。哎，最帅老婆没有在。各位观众，我跟你们讲，香港的猪扒肉酱好吃没？哇，老爷，你看几厚啊，而且吃下去 juicy 了吗？ feel 到吗？对对。哇，这种猪扒在马来西亚真的吃不到，是随便叫哎。哇，就是很好吃哦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准备来练舞了。Infinity Dance Studio。嗨，嗨，你好。我们来到香港的 Dance Studio。嗨。窦老师上课。干。修了功夫后也修了功夫干。他不是修了功夫后也修了功夫干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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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练了两遍，开始来个跟歌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Thank you， 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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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Thank you， 听日见，听日见。OK 啊，有咩问题冇？好。Thank you。OK， 我们彩排完了，因为香港哦的租金还蛮贵的，可是哦这边的 studio 还蛮大，而且哦这个是他第一间 studio， 他还有第二间 studio 在这边。哇，好大哦。
而且它还有更衣室，很细心哎。哇，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多名牌哦，Louis，应该没有读错啊。这翻译很靠啊，这名牌，但我都有研究怎么读，因为之前有写了一首歌叫《My Heart》，然后里面所有名牌都研究一轮，还没有听过，赶紧去听。哇，今天来吃大餐了，香港的海景啊，你这样的地方哦。OK， 现场呢，我们有 Jenny Wiggy， Hello， Nice to see you again。我刚刚之前有拍过 MV， 泰国的小天后。我前面还有曾志伟大哥，还有林德龙大哥，还有我们的大都 Johnson， 还有阿梅恩，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艺人。嗨 ，OK， 我们吃得很饱了，现在我们来看夜景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塔？怎么这样高啊？香港的夜景，几多高楼大厦哎！你这样看过去是满满的高楼大厦，没有一个空间。The next day， 各位朋友早晨啊！今天来到第二天香港的 trip 啦，现在睡醒就是要去吃东西，然后呢就看下有没有时间跟董明豆跟阿雅做个 gym， 然后呢就要去彩排，然后晚上就要表演啦。听说今晚会来很多香港的明星，还有呢啊小狼哥可以看到好不了啦，所以今天要把表演做好 ，Let's go。请问你攞翻你电话未啊？系咯，多唔多？你讲啦，你讲啦。OK， 准备到电话的事件呢，就是昨天报警了过后，警方就打那个 Uber。对，是 Uber 客服杀的。什么 ？Uber 客服跟他讲是儿子，是他姑妈找的。他给我看，他讲说呢，你看是 Uber 客服跟我讲，顾客不进的是我只找到手机。他这样子回那个 Uber。Uber 跟他讲的是耳机，他有去找，他只找到的是手机，说让他等，还要等有手机的人来拿，是耳机他真的没有，所以他就回耳机了没有，他就回 Frankie 讲没有耳机哦，那他就在等手机哦，你真会笑。我们都昨天还很生气，讲说这个司机 Uber 跟他讲没有，然后报了警过后就讲有找到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原因。OK， 妈来到香港了，我觉得我要吃锅肉油饭。香港的锅肉油不一样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自从之前去香港吃过一次他们的锅肉油锅后呢，哼，吊打整个马来西亚。香港繁忙的街道，哎，香港有没有会很大？好像我们马来西亚这样有槟城 KL， 应该没有这样大吧？我也不懂。来找找一下，新加坡是719平方公里，香港是1106平方公里，所以都不是很大，所以楼价都特别高啊。马来西亚买房比较好，要买房找番茄帝国。怪不得他这边的物价这样贵啊，跟新加坡一样。对呀，啊，来到香港哎，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个好处，可以讲华语，又可以讲广东话，所以香港人呢。比较难讲到我们坏话，因为昨天我们在酒店的时候，我们的助理 Frankie 是用英文跟那个酒店的人讲话，然后因为那个 luggage 要进进出出两次这样子，然后那个酒店的人就当着 Frankie 面用广东话讲，这胡人马烦。Frankie 是听得懂。嚟到香港，佢哋就拣食点心。点心会好食过马来西亚咁样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吃点心。我们叫了这样的东西，有三件，一件一件这样。大家猜要多少钱？猜中的可以。没有钱。可以留言。可以留言。有猜中也可以留言啊。没有猜中的也可以留言。可是你不要揭晓答案的。OK。没有再猜。拜拜。那答案呢？会留在最后 ending 的时候。公布，我看完它。OK， 那个价钱就是618块，六个人吃，一个人才100港币，换到来60块而已吗 ？OK 啊，香港嘞，60块吃一餐点心，也比马来西亚便宜啊。OK， 我们第一个叫是它的杨枝甘露，多少块钱？我要。我要，我有碗了，有酱大碗了，那个中好大碗啊。你没有吃过桂花糕？没有，咸的哦，有点辣的啊，然后它有带一点醋的味道啊。咸的。没有，他跟你讲咸的还带点辣，带醋然后带辣。来，第一次吃桂花糕 ，OK， 应该不敢你口味了。
不干你口味了，这种清淡的东西。因为我吃不到它的滋味。没有，讲真的，对我来讲，我好像去那个水果档买一个菜也能吃。你的粥好吃没有？你简直火爆了，不适合玩那种表情啊，已经。这玩不错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熟悉了马来西亚的味道，但是这边的食材是比较好吃，尤其是那个刚才不是很起眼的猪肉蒸饭，哇，好吃，最不起眼的反正最好吃。哇哦，街头表演，这是地铁道表演。没有回到港币，不然通常我经过这种街头表演玩音乐，我一定会给点 tips 支持一下。各位各位 ，Welcome to my channel。哎哎哎哎哎，刚才我们是叉烧包包。你们也厉害啊！哈 ，Welcome to my channel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正式要去彩排好了。啊，表演只有两组，真的咩？哇！你看，对，这些全部是花圈哎，哇、哦，哎，怎么我们没有送花圈？花圈，你不要乱来吧，你不要乱送花圈嘛，不然这个叫什么？花篮，花篮，花圈，花圈不是送他的，花圈送他的，送你的，送给他的头发。OK， 这边呢是一个走红地毯的地方而已，里面才是真正舞台。互联香港鼓励香江开业仪式。OK， 现在正式彩排。OK， 彩排完了，现在我们回去换衣服。舞台没有很大，感觉好像是一个蛮 lifestyle 的 event 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呢穿这套马哈的衣服来香港。表演 OK 吧，哇，好，准备表演去 ，Let's go。冇啦，呢个系我哋啊，买下嘅。哦，之前啊。哇，德隆嘅衣服，哎呦，很特别。你准备用咩？哎，我们有埋堂哥，对，第一次见面。没有第一次见啦。喂，之前有一次。你认不到我们俩。第一次讲话可能啊，之前是见过一两次。之前有在电话联络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走红地毯了。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 Steady Guy， 我们有抓人，哎呀，还有 Tomato， 我们的俊伟哥，我们的大洋歌手哥，在欢迎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。还没有见到，我觉得刚我见到他的那个感觉，一个是大杨哥很 happy， 一个我觉得大杨哥真的是太跟你难为信了，对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接地气，就是一点架子。我们准备要表演了，好像不可以这样搞，三 ，Just give me my money。OK， 嗨，我们的单车是啊，单车嘞，你们过去前对面哦、oh, OK， 好。
我们的歌曲来自周奇胜，掌声有请。Yeah. Yeah. Hello， 香港朋友大家好。那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 boy band， 我们叫 Stanley Gang。boy band， 对对对，我们叫 Stanley Gang。Yes。哎。黄河泛滥，一日行包山，再加含笑半步的，我爱你一碌骨亦无法表达我心境。今次帶馬來西亞的團隊過嚟，我都帶咗東南亞的團隊過嚟。我希望我哋所有藝人上台啦嘛，包括頭先嘅 Stanley Gang 啦，咁啊來自泰國嘅朋友啦，啊俾個機會你講嘢啦。大家好，我唔係豬八戒啊，我是 Stanley Gang 的阿雅。最重要的你們要知道，沒有我就沒有 Stanley Gang 就可以了。咁朱浩仁，你講廣東話。我廣東話冇問題嘅，大家好，我係叫朱浩仁，你應該嗌我叫好人，所以有我喺度就唔會有壞人噶啦。咁啊，你要講福建話啦。福建啊，福建唔識嘅喎。你唔係做好福建嘅咩？我的廣東話 OK 啦，我是我是哆咩哆啊 ，Stanley Gang 嘅哆咩哆啊，謝謝大家。難聽嘅你話語，我拍檔顏美欣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美欣，很开心来到香港和大家见面，希望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和大家合作。 Thank you。 起啊，好啊，欢乐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首先在这里